很呛哦，不错，很直白，喜欢他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朋友，告诉我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最喜欢的歌手是谁？好好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哦，他是一个创作歌手，然后其实在我们此次的活动的记者会也有特别邀请他来演唱，那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的声线，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温柔，哎，对，总是可以触动人心，尤其是在你低潮的时候可以鼓励着你。那他在今年2022年其实有特别出了一张专辑叫做《我很好》，对，很多时候我们不用不用告诉自己一定要这么做，不过他这句话是要献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对自己有自信一点点。好，那现在事不宜迟，我们要赶紧来欢迎他，希望各位朋友们，你们喜爱、你们的热情、你们的期待都可以化作为声音喊出来。我跟你讲，工作人员已经冲出来了，因为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，那个工作人员一直问我说，那个魏佳莹什么时候来唱歌，他要翘班，哎，这个是不好的行为哦，对，仅此现在哦， now OK。 好，现在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和尖叫声来欢迎创作歌手魏佳莹小魏，欢迎！Hello， 各位现场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小魏魏佳莹。好，我是不是再前进一点？哎，好像听到有人在跟我说话。好 ，OK，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带来歌。第一首歌是《蓝色眼睛》。无法控制你蓝色的眼睛，一双玻璃中诉说着忧郁。希望时间会停，才不会因为恐惧而逃避。而你去，你真实在我脑海里的记忆，就好像空气般如影随形。我想尽办法捕捉你的美丽，却换来更多距离。一切都只是幻影，才不会因为恐惧而逃避。如此靠近却触碰不到你，只是把一切当作神的游戏，早就命中注定，这份对你的爱将永远藏在我心。少年呼应，原来选择放弃，离开了我的世界而远去，看不见你蓝色的眼睛，此刻不再犹豫的藏在这里，希望时间暂停。沉睡
谢谢大家，这首《蓝色眼睛》。哇哇哇哇！好，请问今天是第一次看我现场演出的朋友，请举手好吗？第一次的，好，很多很多初次见面的朋友，那也有一些那个惯性说谎的朋友，对，有一些面孔已经看过很多次，但每次说哎、欸、第一次看演出的朋友请举手，他们还是会举手。那第一次见面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小魏。如果你有喜欢我的演出的话，可以追踪我的 IG 或脸书吗？谢谢，再麻烦大家追踪一下。好，下一首歌呢是我第二张创作专辑里面的歌，然后这个是改编过后的版本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这首是我还是不懂。懂我为何等待，等待谁会想起谁的依赖，只剩我在原地独自徘徊。狗总会在失落难懂，那月缺之后总会在远过难懂，那季节走了没再回来我都懂，但为什么呢你却一走不回头。当蓝色天空白色云朵消失后，那黄色球鞋红色外套你带走，当所有颜色随着你而离去后，剩聪明眼泪不当把落陪着我。我还是不懂你为何离开，我还是不懂我为何等待，等待谁会想起谁的依赖，只剩我在原地独自徘徊。当一个故事越浪漫遗憾，让两颗心奔向白色云朵消失后，那黄色球鞋红色外套你带走，当所有颜色随着你而离去后，是聪明眼泪不断滑落陪着我。我开始不懂你为何离开，我开始不懂我谁的依赖，只剩我在原地独自徘徊。当一个故事点亮个遗憾，让两颗心奔向两个未来，那是不把遗忘直到遗憾，我却不懂为何泪。青春依然眷恋，如果我该站在这故事里的期待，也许有天我会承认，也许有天我会放弃，也许爱从不存在的爱，我还是不懂你为何离开，我还是不懂我为何等待，等待谁会想起谁的依赖，只剩我
在原地独自徘徊，做一个故事骗两个遗憾，如两个心奔向两个未来，那些繁华遗忘值得一看，我却不懂为何被停不下来。谢谢大家，说我还是不懂。好，下一首歌呢，就是我的那个刚刚主持人有介绍到，就是我最近发行的新专辑里面的歌。但今天不是要唱我很好，今天我要唱的是专辑里面另一首歌，叫做《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》，希望你们也喜欢。你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一贯的谎言，只要你能给我一秒的珍贵，这是和那一天一样的晴天，你却笑得比天空更像晴天，怎么能有人笑得那么天真无邪，就会让人流泪，还是和那一天一样的沦陷，只是你已经不会在我身边，说了再见但是却再也不见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出现的离别，这个瞬间那么珍贵，就请不要再迂回。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一贯的谎言，只要你能给我一秒的珍贵。这是和那一天一样的晴天，你却笑得比天空更像晴天，怎么能有人笑得那么天真无邪，就会让人流泪，还是和那一天一样的冷清，只是你已经不会在我身边，说了再见但是却再也不见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突然的离别，这个瞬间那么珍贵，求求你不要再迂回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一贯的谎言，只要你能给我一秒都珍贵，还以为我早已心如止水，才发现原来我也不擅长离别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突然的离别，这个瞬间那么珍贵，求求你不要再迂回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一贯的谎言，只要你能给我一秒的珍贵，只要你能给我一秒的珍贵。谢谢。应该要那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才会知道哦哪边有人来支援我，但其实现在耳听八方没有用，因为耳机盖起来，所以就是
大家如果跟我讲话，我就会一直啊，对，因为真的听不见。哎，什么？刚刚好像有人讲话。哦，好吧。好，带来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最后一首歌。这首歌呢是其实是对我来说蛮重要的一首歌，就是我当初写这首歌，它的歌名叫做《喜欢我吧》，然后，耶，谢谢。有时候介绍这个歌名，就会就是说，哎，这首歌是《喜欢我吧》，然后就会台下大家就对我很好，就会回我说好。好，那今天要追踪我的 IG 和脸书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好，这首歌《喜欢我吧》，其实我当初写的时候呢，是因为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喜欢剪很短的头发，然后每次剪短头发回到家以后，家人看到我就会觉得，嗯，怎么又把头发剪那么短？因为其实他们没有喜欢，就是我把头发剪得那么短的样子。然后后来就是，我也没有说就是照着家里的期待，就是往他们想要的方向走，所以这样子久了，有时候会觉得家人是不是不爱我，是不是不喜欢我？但我会觉得我应该算是个善良的人吧，就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伤害别人的事，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喜欢这样的我。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，带来这首《喜欢我吧》。你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样子吧，你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红头发，你喜欢我吧，我又坚强和善良，让你知道有我在，其实真的还不错吧。今天如果有录现实动态的朋友，欢迎 at 我。走在路上，风吹得我好像想着那些年少没飞到天上，街上在发光那提灯笼的时光，还没长大的手掌，我好想好想像这样轻轻唱，不做任何设想，想到什么就唱，想起你的脸庞那温柔的眼光，逐渐斑驳的真相。你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样子吧，你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红头发，你喜欢我吧，我又坚强更善良，就算有100块我也不会偷走它，我深爱着你，其实你不知道，我深爱着你也从来没对你讲，多希望能和你牵手看看夕阳，让你知道有我在，其实真的还不错吧。Hello， 后面的朋友，我有看到。我走在路上，风吹得我好像想着那些年少能飞到天上，街上在发光那提灯笼的时光，还没长大的手掌，我好想好想像这样轻轻唱，不做任何设想，想到什么就唱，想起你的脸庞那温柔的眼光，逐渐斑驳的转角，手机好吗？你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样子吧，你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红头发，你喜欢我吧，我又坚强更善良，就算有100块我也不会偷走它，我深爱着你，谢谢你知道，我深爱着你也从来没对你讲，多希望能和你牵手看看夕阳，让你知道有我在，其实真的还不错。从前的时光，眼睛的风光，细碎的笑颜，永远挂在墙上，闭上的心囊，装满了力量，千万不要遗忘。
喜欢我把喜欢我的样子染红，你喜欢我把喜欢我的红头发，你喜欢我把我有坚强的善良，桌上有100块我也不会偷走它。我是爱着你，谢谢你不去买它。我是爱着你，也从来没退场。我希望能和你牵手看看夕阳，让你知道有我在，其实真的还不错吧。谢谢你们，好棒哦，都不用 cue 大家。对，因为刚刚已经他们有跟你培养默契了，这样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听小薇唱歌啊，你会觉得情绪很稳定，它有一种就是疗愈的魔力，然后包覆着拥抱大家的感觉。我觉得在旁边听的感觉是这样子。谢谢你们，觉得有没有疗愈到你们？新专辑大家有没有支持？叫什么名字？那你知道我们接下来有几场这个演唱会的活动，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做见面？可以，就是两场，对，两场而已吗？是的，棒棒，考一下大家。对，我们在台中以及高雄都有，对不对？对，台中是11月12号，然后高雄是11月26号。所以呢，就是如果11月12号大家有空的话，可以到台中的 Lexi 来参加我的专场演唱会，邀请你们来。想去支持，很棒很棒，希望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面孔哦。那其实在这个我很好的专辑当中啊，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，因为 MV 也拍得非常的好，是真的很好，然后找来鬼鬼当这个失恋的女主角，没错，对，也是走一个疗愈系列的。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比较流行，大家很喜欢看一些 TikTok， 很喜欢做一些手势，那我们小薇是不是有特别在这个新专辑当中哎，有这个手势舞？你是说傻乎乎吗？对，傻乎乎。你们会跳吗？他有手势舞哎，对，我还有在学。哦，你有练？对，真的哇哦！傻乎乎这首歌是那个我和温妮一起唱的，然后温妮有编一个舞，就叫傻眼猫咪舞。哎，傻眼猫咪舞，是不是可以带大家一起来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年轻的流行的手势舞？好，你要一起跳？一起，你们会吗？OK，together，together。好 ，OK。这回来啊。好，这回来。但我少一只手，应该没关系啦。做个就是意思。好，我可以做动作。好，来，我们1、2、3，让傻乎乎的我们做傻乎乎的梦，有点忘记怎么聊。傻乎乎的梦想是黏在你左右，就算命运让我选，这样好难跳。金斧头，银斧头，我一定还是选你。傻乎乎一起走，我最后给个爱心，耶！而且他还多唱了这一小段，就是想要 cue 他再多唱。只是想要这样，早说嘛！我这吉他杯子直接唱。对，我们要造福一下大家，谢谢，今天难得可以邀请到偶像莅临现场，然后想要就是让我们现场所有喜爱你的朋友，还有你一起来入境，我们拍个大合影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，大家应该非常的期待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赶快要 pose 摆出来哦。这个记得这个有放到你的 IG 限动的话，帮我们 hashtag 一下这个魏佳莹，他就会看到你今天有在现场跟我一起来同乐。好，那我们先一起来进行一张大合影，好吗？好，我会不会大家自己找一下饭吃？对，找饭吃哦，自己找，手要比出来哦，不然人这么众多，可能没办法找到你的身影。来，我们去看前方的镜头，哪里先呢？来，这边先，来边这边好，我们主相机先好，来，好了，奥利维，来，1、2、3，耶！来问一下魏佳莹唱歌好不好听？好听啊，真的很好听哦，对，真的很棒，有疗愈到大家，希望可以在这个烦躁的社会当中抚平大家这一个比较浮躁的心情。我们换中间这个小哥哥，好，中间来，1、2、3，耶！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希望大家可以多追踪，我有帮你们谋福利，谢谢，有多
流他下来了，对，谢谢。哎，带那个水给我，来魏佳莹喝过的谁呀？喂，是这样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我帮你们争取一点福利了。